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坤，我身边坐的这个美女叫林远，最近遇到一些烦心事，林远你可以说。坤哥是这样子的，我呢有个特别好的闺蜜，我发现她最近在勾搭我老公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有一次我老公去洗澡，然后我看了一眼他的手机，发现我闺蜜给他发了很多暧昧的信息。你老公有把这事情告诉你吗？没有，但是通过他们的聊天，我感觉我老公对他是爱财不财。那你现在需要我怎么去帮助你？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毕竟闺蜜了这么多年，然后我不想跟他直接撕破脸，所以就找到了坤哥帮个忙。你现在能给他约出来吗？应该可以，他今天不上班。你想办法给他约出来好吧？好。兄弟们，现在我们豪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就让我们去会会这个女闺蜜，出发。哎，傅雪，来坐坐坐，咖啡都给你点好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跟我朋友一块来的。哦，这位是谁啊？他刚从国外回来，然后没事儿，我陪他聊聊天，正好也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我叫阿坤。我叫傅雪。美女挺漂亮的啊，你挺帅的呀。赶紧喝了，要不然是不是很不理解这一行？喂，老公，我在外面喝咖啡呢。过来接我呀。今天你下班这么早？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行，那你先去。好，那你拜拜啊，拜拜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你是刚回国？对对，我刚回国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在意大利做那个房产的。做房产的。我看你挺漂亮的。你挺帅的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男朋友？对。这附近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吗？我们可以去转一下吗？可以，对啊，去转一下吧。我太走了，我挺无聊的。可以呀。那走吧。顾姐，你今晚还有事吗？没事啊。没事啊。我有些话不知道能不能说。有什么你就说嘛。我看第一眼挺喜欢你的，长得挺漂亮的。我刚从国外回来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平时呢也挺无聊的。然后我这里有一张卡，密码在这后面。里面有10万块钱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让你陪陪我，然后这个卡拿去之后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完了。好吧，其实我觉得你也挺好的。走吧。
你去洗一下吧。啊，好。对呀，看啊！